吃一个油泼面啊，脆皮鸡吗？油泼面，家乡的面，我先把这个吃了。用的是我们自己的那个，自己做的那个胡辣椒，因为只有这个才好吃，其他的好像那个味道不够。还喝吧的。吃的这个是家常面啊，你们可以试一下，挺好吃的。用那个菜籽油烧热了再泼上去，有没有？有点花生米可能更好吃啊，下一次放点花生米。